我是 Claire。Hello， Hi， I'm Kevin。嗯 ，Daddy 啊，你到底来台湾多少年了？哇，有 two decades。啊，从认识你到现在。Two decades 什么意思？就是快二十年。哦，好吧，考我英文，让我考你中文吧。好，那一甲子是多少年呢？一甲子就是今年的一百年呢。你乱讲，今年一百年超过了啦。哦，一百年是 one century。嗯，一甲子我故意的啦，一甲子其实六十年。是啊，一甲子真的不容易，我们要活到一甲子也是很不容易呢。是。那一个品牌如果要维持一甲子，要具备哪些条件？嗯，它要就是要除了那个品质，还有保持传统之外呢，还要创新哦，因为现在新的人出来了，要。有一些新的味道。哇，那不跟我们很像吗？是，对，真的，这次我们去嘉义采访的这个，哇，很棒，这个黑豆印油啊，维持了一甲子，而且是坚持古法酿造。That's right。古法酿造以外呢，它要创新，而且呢，它，你看到第三代的时候呢，哈，他们要维持这个品质以外呢，还要创新的去拿到认证。嗯，然后呢，你看它这个哈，要曝晒120天哦。对，所以。那天哇，一打开哇，特别香。对，而且我发现他们在整个一个量化酿造的过程，我们有问他一个问题：传统酿造慢慢一瓶一瓶来，还是这种酿造的时候量化哪一个好？但是他们说，当你要得到一个 ISO 认证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量化，所以整个厂里管理、整个用的 container、整个这些都有关系，反而是拿到好的品质。对，其实有机菜也是一样哈，要坚持这个品质啊。其实啊，他们一开始做有机啊。卖的时候退货，因为都从一个洞一个洞，所以都被退货。这个主写赖大哥啊，听他啊这样转型的过程真的很不简单。他就是因为传统农法的作业啊，被那个农药吓到了。你看你都不用买胭脂了，就是用那个 beetroot。我第一次看你在菜园呐，削了就往嘴巴涂，因为然后削了就往嘴巴塞。啊，这个丝瓜有点有吃起来像哈密瓜，对，生吃哎，一点臭气都没。那个芦笋吃起来。脆脆的也可以生吃啊。嗯，哈、哦，你看你在生吃那天在菜园，我觉得哈、哦，从菜园里面拿出来真的很 fresh， 哦，所以这个你看要夫妻互相啊一起这样坚持啊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有时这个牺牲很大嘞、啊。你看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儿子啊。嗯，那儿子其实十几岁，有一些意外就走了。对啊。以前小时候呢，小孩子在菜园把那个对。长子的那个心情啊，改成把它转回照顾这些菜，有机菜，所以他的菜啊，真的种起来都很漂亮。嗯，所以今天那么好的菜，他们没有用农药，可是菜不见得要一个洞一个洞。That's right。所以今天那么好的菜，我们要教大家做什么菜呢？哦，我们将要用两道菜他们的菜做一个活力高丽菜卷，啊，搭配很棒的就是维持一甲子的印油糕。做什么菜？印油糕。印油糕，我们除了呢可以做高丽菜卷以外呢。我们还做一个很棒的，就是我最爱吃，我们客家人很爱吃鸡爪，给个。可是我们做的方法是用什么呢？我们要用它的黑豆印油豆豉来烧凤爪。其实外面有时那个干的豆豉哦，是压榨出来，然后去曝晒，所以不香。今天用他们的黑豆豉做出来的鸡爪，哇，真的香。是，讲到这个活力高丽菜啊，今天教这道菜啊，真的是新本不多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厉害，本少利多、这个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高丽菜一颗，你看，如果买到漂亮这么大颗，虽然是有机的，然后没有农药，会稍微贵一点，但是这么一大颗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不费。你说的那四个字。新本不多哩，对，宴客菜，我还学不会那四个字，俚语来的。对、，OK， 那其实这一道菜啊，是邻居啊，我们Christmas 时候请邻居吃饭啦、他们每一个人带一道菜，就有带到这道菜。那天很奇怪，有肉就是这个菜最受欢迎，最受欢迎。对，好、所以它省本，可是很多好处，健康。省事，然后呢，又很多那个就是做起来不难，有很多叶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教你就知道。做起来量也挺多的。对，好，那到底这个高丽菜要怎么煮哈、哦，可以维持它有机的甜分呢？你看这个回来哈、哦，我们就是先泡第一遍哈、哦，你这些老叶可以拿走，可是梗哈、哦，通常我泡第一遍哈、哦，给它一个新伤口有没有？先切薄薄的切掉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
这个可以拿掉，几叶老的。这个从赖大哥的高丽菜打破大家一个观念，谁说没有农药菜一定要坑坑巴巴很多虫呢？不是很多虫咬的痕迹，他的高丽菜你用心呵护照顾啊，他是以虫克虫，哎，就是养一只蜘蛛去抓那些虫，对，然后撒辣椒水，所以你看他的高丽菜这么漂亮啊。Okay. 好，那今天教的这个菜哈、，OK， 刚好我要这个梗哦，只是薄薄，你先泡20分钟第一遍，让那个干净的水进去哈，那因为没有农药，所以它不用推挤农药。如果你买不是有机，就是就要开十字，就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好泡了第一遍呢，现在要泡第二遍。要那刚好今天要做这道菜，我这个已经泡了第二遍。我在想说，你压一个锅子在这边做什么？我让它进水。对，因为高丽菜会浮起来。我先把它这沥干，来。哦耶，请。OK。我先把这个滤干喽。好，那今天做的这个道菜要整颗啊，因为请客啊，他要吃可能30个人、40个人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泡了第一遍后呢，我这边画，好，那这个菜哈、哦，我要给它哈、哦、画到大概剩2公分，所以我用这个比一下，这个刀子比哈、哦、剩2公分在底部，你看哦，比如这边底部剩2公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平到这边刚好画到底。哦，你是用这样去量你的刀子？对，然后画的时候一刀下去下面开洞，画的时候要有点往里面斜、哦、我要画那个四方形， OK， 刚好画到底、哦、妈妈们做菜就是比较随性跟感性，我们现在教的我们节目越来越年轻化，对，都是很年轻的妹妹弟弟在看我们节目了，所以要教他们技巧。好，对对，那就是要用小刀哈、哦，有点斜进去， OK， 好、哦，那就是画到剩下面2公分、嗯、你看哦，画一个 square， 然后对不起帮我关那个 timer 一下， OK，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哈、哦、我这样子洗菜哈、哦、它的水会进去，再来等一下我会熏熟我的里面的菜叶，是 OK。 好，那我为什么不把整颗心拔起来呢？其实它的心到一半而已，它已经会离下面了，嗯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二遍就是已经开了四个洞。那我可不可以把那颗心摘下来呢？可以暂时摘下来，可是这一颗要保留，等一下我要顶它的，才不会过熟。哦、有原因的啦。哦，好像切成一个 pyramid， 然后现在我给它泡下去，给它进水，不不不不不这样子，给它进水哈，我要水，然后压下去。哦，原来有锅子重有好处。OK， 给它对紧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沥干哦。那到底要怎么煮啊？这一颗大概3斤多，好、哦，那请客的时候那么健康的菜哈、哦，我们就是那么简单，千万不要一页一页剥下来，你一页一页剥下来哈、哦，你的菜用水去泡，没吃到它有机的好处。可是我有个疑问，现在都小家庭，对，我一页剥是吃多少煮多少啊？对，那维持整颗就是大块烹煮，营养不流失嘛。那小家庭怎么办？小家庭怎么办？你觉得？我切一半，切一半。可是你的菜是这样子 overlap， 它是这样间接间接间接，你切一半，有些叶子哈、哦、变成小小叶，那你就不能做这道菜。哦、这样菜就会里面剥下。对，你可以剥下来几叶。如果你要哈、哦、外面拿去炒菜，很脆很厚，你看它的菜多厚啊？有机的菜炒起来保证很脆。知道了，如果我买整颗，我会把外皮拿出来，像刚刚那个老叶啊，我也会留起来炒菜。老叶不能拿。可以，很绿很漂亮。好，那你这个哈、哦。把它拿下来有没有？拿几叶下来去炒可以，然后再来就来做菜卷。对，你可以变小粒 ，OK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说哈，今天这个要顶它哈，这个梗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顶这边先。你顶这边的话，你煮这边会煮到烂 ，OK。我用这个梗顶它，它刚好凸出来嘛哈、嗯，我顶它。然后呢，这边因为有开缝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呢，它的蒸汽啊，会从那个洞里面穿过去。了解我意思吗 ？Yes。好，所以有点斜进去，它的原因是要蒸汽在里面循环的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哈。小小一颗高丽菜要煮成菜卷， okay. 这么多学问哦。好，那我们放2杯水。来，水来。冷水哦，为什么冷水？因为我要让它冷水哈、哦，给它呛。OK， 那我们盖起来。是，哇，中火，嗯 ，OK， 前面给它，因为它是冷水，可以给它中大没关系。我给它3分半到4分，给它大滚，大滚以后继续中火给它4分钟，4分钟后我要翻面
OK， 可是翻面的时候啊，不要忘记叶子很嫩，所以呢，翻面的时候我要把这个架子哈、啊，给它做，给这个高丽菜。我知道，这高丽菜有个椅子可以坐，架空了。对，给它坐一下，因为不然它有重量，有没有？这个叶子坐下去啊，就会变成哈、啊，怎么讲？就是会太软了，下面会太软了，所以给它坐在上面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高度。我们想的这些 paper 都只是为了让你吃到同样脆又甜又好吃的高丽菜。可是翻面呢、哦，我们一分钟就好了、嗯、所以你大概翻面一分钟后，你可以把大概七八页刚好熟了拿下来，然后继续再给它坐在椅子上，再给它煮个两分钟，然后再剥，哦，里面完全熟就剥出来了。OK， 这样懂了？这样烫菜，然后不要。不要给它冰水，给它冰敷就好。当然是放在冰水里，可是这样会比较没那么甜。对，没有那么甜。你这样哈、哦，如果用很多水烫，然后又给它很多冰水去漂漂冰水，所以我们用妈妈的创意，然后搭配新式的科技厨法，就可以吃到香甜可口的高丽菜卷。滚了，中火四分钟后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哦耶，哇，好绿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拿起来哈、哦。我要把它翻面，你帮我把架子丢进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，就是这个不伤它吧，可以转弯的。OK， 可以哈 ，quick， 很快。哇，很重嘞，三斤多。好，水还在哦，我现在给它 upside down， one two three， 耶、yeah ！帮你吧。其实它好像熟了。不、哦，好。好，你看里面已经熏透了、哦。我现在要给它坐在这个架子哈，给它一分钟哈，中火一分钟后呢，我先把外面的大概八个叶子拿下来，因为它刚好熟。嗯，我看一下哦 ，OK， 好，做菜了，我要洗手一下，我拿来做菜咯。这个菜哈，起来，赶快，冰块，不，我来，不要不要不要妈，不要，给我坐在那边。OK， 哇，那拿一页，冰敷，冰敷，冰敷一下哦，不能碰到水哦，啊、哦，然后这个两页，赶快，三页，很绿，刚刚好熟 ，beautiful， you see， 可以做围裙呢。好了，快点快，我们先教他们做一个菜卷。好，凉的就拿起来了，两边就起来了，嗯，四页。五页、六页、七页、八页，真的可以请客请很多。哎，这个教会主爱宴做这个不错。十页，好了好了，十页，剩下这个再给它做下去。OK OK， 好，再给它做下去。你可以在一分钟后再拿几页起来。到底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。好，这个是一页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剪刀。把梗拿下来，吃下去，不要丢掉哦，梗还有营养哦。然后一切为二，因为它大叶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哈、哦、卷一点进来，它还比较美。来，卷一点进来，然后叶子哈、哦、软叶在外面，它才会粘住。OK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把它卷这样子。OK。这样子哈、哦，没有盐巴，对不对？把它一切为二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调酱了，怎么调呢？很简单，印油膏。OK， 印油膏哈、哦，然后调蒜头，一比一，三大匙的印油膏，三大匙的蒜头。OK， 好像吃菜头粿这样子啦。OK， 然后一点点辣椒末，然后呢，喜欢 wasabi 的人一点点 wasabi， 不喜欢的话就不要。好，所以这个菜呢，切成这样子，卷一卷，卷一卷，会不会？然后呢？刚刚那个菜心卷在里面的时候要压紧，压紧的菜才会漂亮，菜卷。这样子，这样子一口。这样子吃，这个请客真的很棒。这样子 ，OK， then put inside your mouth， then， 哇，好脆哦！
再来看一看如何煮出清脆爽口的有机高丽菜吧。先将梗切掉一薄片后剥除老叶，浸泡水20分钟后斜切出一个正方锥，记得底部要剩2公分，既可清洗菜叶，也会较快煮熟。再将菜叶浸泡一下沥干后，放入锅中加2杯水，用中大火大滚后，中火煮4分钟。翻面时再将菜叶放在锅架上，避免煮过熟。剥掉7-8片后，放冰块上冰镇，再煮1分钟，剥掉7-8片冰镇，重复此动作，一道充满家乡味的香甜高丽菜卷就完成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加姜下来炒，先干爆姜。好，那我们蒜头哦要大颗，因为为什么不要让它烂在里面，所以蒜头要大颗大颗这样子 ，OK， 给它炒一点点就好了。我知道，不要太。有一点麻油香，少许，no a little bit more， 因为哦很奇怪哦，这个老姜哦炒麻油哦，炒那个纯麻油是很香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哈不用怎么煎到它哈金黄色，我们最重要是要炒它哈，让这个姜的香气进去，很好。这个哈不用炒到翘翘，这个哈我们采访的老姜真的很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哈这个炒下去，鸡爪，给它炒一炒。哦，这个一定要用柠檬皮粗盐洗干净哦。OK， 给它这样子炒，在里面炒。那我们还要加什么？我们加辣椒。那里面等一下要炒辣豆瓣，硬皮啊，辣豆瓣，冰糖，一点冰糖。然后呢？这个酒。酒一定要哦，这个质量呢，哇，好香。然后那个硬油。硬油。就是清油啊，就不是硬油的意思，就是纯黑豆做的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油膏要等最后要熟的时候哈，最后的5分钟才加，所以你先加一点那个硬油清啊，去烧，跟这个豆豉啊去烧，让它入味哈，因为这个要让它透，因为它不是肉鸡，它是半土鸡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。给它那个姜的香气跟麻油的香气哈，炒到你的鸡爪里面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加这个辣豆瓣去炒。先加辣豆瓣。对。好，你要炒到这样子哈，这样子。金黄色。OK， 它没有办法金黄色，因为它是黑色的。OK。金褐色。OK。啊，好。你看。这样子，好美哦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加辣豆瓣，一点点哈、哦，有点辣味，一定要炒过才会好吃。然后这个硬皮啊也要炒过，哈、哦，这个硬皮啊也要炒过，它是湿的，刚好哈、哦，你炒到破破烂烂没关系，要让它的硬皮啊的香气哈、哦、进到里面。OK， 先把它炒一炒，然后马上冰糖碎冰糖下来，碎冰糖。对，它才会亮 ，OK。简单吗？哇，你看，你要一定要把它烤。我为什么把它一切二哈？因为你把它一切二哈，它的这个比较会入味。你看这个哈。这个里面哈、哦、会给你炒到哈、哦，等一下焖了25分钟会入味，所以你把它这个跟那个上面分开，好，就是炒到这样，哇很甘甜、哦，好香哦，其实又肚子饿了、哦，哇，这道菜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当你嘴馋想要来点 cheese 抿嘴的时候，它是很健康的抿嘴，什么东西？我的酒呢？走在这里啊！你拿不拿倒去丢掉啊？没有，我放在这里了。哦，你放在这边。好，刚才这个酒已经倒在这边了。哦，因为酒太少不香的哦。哦，酒一定要够。我没有帮你偷喝了。哦耶！好香哦。然后酱油，
好吧，辣椒炒进来咯，辣椒两根下来。好 OK， 然后水，水要一分就四分之一杯，一定要呛香气的东西下来，水最后才加哈。OK， 那我现在给它哈大滚，水不要淹过你的鸡爪，这样不好吃。OK， 我现在给它哈大滚，然后呢小火，二十五分钟，二十五分钟后我再加薏米油膏上色。我先加薏米油膏下去，让它上色。前面不能加薏米油膏，它果果啊会可能会烧焦。好，那我先把薏米油膏淋下去，我再加五分钟。再给我一点薏米油膏。OK。好，一点点，再一点点，给它上色一下。OK。那我这边呢再给它五分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边一定要滚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哎呦好香哦，好一直闻到那个香气哦，你看有加了薏米油膏哈，它的勾勾的它就是比较勾。 OK， 那一定要透哦，哇好想吃的，怎么办？先倒起来。吃鸡爪哈，为什么要在家里煮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吃相比较豪放，不雅一点，所以在家里吃很好。不会啦，女生吃这个 OK 啦。真的吗？哦，女生这样子哈，我跟你讲很简单。嗯。嗯，刚刚好做。真的好好吃哦。这样子拿。耶、嗯， yeah, 好，我先把它倒出来哈。很棒，哇，好多胶质哦，拿在嘴巴里面都黏黏的。OK， 那个汁要怎么样呢？你给我那个，我要焖。一般我们是焖莴苣，这个汁哈焖有些菜很好吃。好 ，OK， 来，这次那个赖大哥他们种的漂亮的菜，你要哪一个菜？莴苣吗？等一下哈，好，这个哈你卤好了，这个用少的汁来卤这个鸡爪哈，不要浪费那个汁。直接用那个汁呢，我们就来烫青菜。烫青菜，对对，一般是用圆莴苣。那这个哇，赖大哥他们用一个卷心莴苣，哦，很适合，就是它只是焖一下就好了。OK， 种下去，开火，这样子配菜才会健康。